还有 uncle， 把 uncle 的自己上来。好了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好，好听吧，他唱的。好听。哎没背，好了，其实就可以知道，站在我们这个乐团，我跟老祖不算什么，最外面的两个超强，暂时让他们坐了，好坐。目前0-1落后，下个礼拜我会1-0，好的。亮，哎，我兄弟啊。哇塞，亲关系啊，师大的，对哦，你师大的哦，嗯，那台湾师范大学毕业，看不出来啊，老子也是，你做什么笑？我应届毕业，哎，你们猜我是哪里？我东师的，不好笑，我们三个都是的，只有他不是，但是呢，现在很厉害啊，未来的乡长，嗯。好了，乡长接下来是什么歌？下一首是还有有一个长辈家叫小龙，也就是龙哥，大家知道纪晓君吗？他有一首歌叫彩虹，可是这首歌真正的原唱的是我认识的一个法弟，但是阿美族住马来那边，他叫小龙，孤零龙先生，对，他独特的打弦，那个就是，对，好了，你怎么帮他带来的时间？就是为大家带来他的彩虹，谢谢。
明。